继续来关心，宜兰是台海情势。即马国军是进驻即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，准备后个月即联用操演。今仔演练的是即火炮射击，针对着即站啊有即国防改革声音。前国防部长蔡明恒是认为，蔡英文总统应该带国安团队来开国际记者会，来说明咱台湾国家的底线，加即国防部接诊的原则。火炮精准射到山头的射击区域，年度的联用操演后个月初五就要开始。国军进驻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，昨日继续进行预演，现场炮声一直响，直升机也升空，伫附近射飞。军方也伫咧训练进行，一共五榴炮一段射击，验收训练的成果。面对中共无停止文攻武吓，国军守伫咧上前线，民众予因高度的肯定。有咯，因太无信心，咱大陆国军厉害啊！啊，中共安尼惊未？未啦，惊啥？有国军伫个哦。系啊。中军伫咧前几工对台湾发动封锁本岛演练，即马东部战区宣布完成各项任务，严格无明确表示军演结束。中军对台湾采取疲劳战术，迫使国军用旧的军舰牵制中军新的军舰。伫国内即马就国防改革的声音。学者认为，至少就要6000吨以上的军舰，才有法度对抗中军的军舰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打军事外交战？很简单，武力的合法使用是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原则。我们要占领这个国际舆论的高地。目前看起来，这战略目标是成功。前国防部长蔡明恒讲，北京针对台海局势变化，已经转向战略清晰。因那台湾方面，依然是讲不清楚。伊强调，总统蔡英文应该带国安团队开国际记者会，说明国家的底线伫咧倒。国防部接诊的首席是毋是有做调整？政府加国安团队就会赶紧做检讨。我们要不要反击？你不能说因为太高，150公里的高空，但也是我们也危害台湾的国家主权，也危害台湾的安全。飞弹在100公里、150，随时可以掉下来的。有陆军单位接到通报，是说务必全员都要会唱新军歌，还在用这一种根本又用不上的刺枪术。美国的军队是怎么训练的？这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。落实国防政策需要短中长期的规划。时代力量立委柯建铭认为，主要强化工业自主，检讨志愿役的训练内容，赶紧研究延长义务的役期。国防部主动发布整合强军的动态，反制中共的零底线。苏志昆是建议，每年国防预算提悬到4800亿，对外展现抗敌的决心，先自救，才有法度得到国际援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